天就是要穿这个，它的长度就是不用再反折了，穿起来效果超级好，然后整件全弹性，而且它是含棉成分爆高的牛仔棉，超舒服，它穿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牛仔裤紧勒的感觉，没有，就是很像棉裤，很舒服，活动很自在，然后整件超弹性，尺寸报给你们哦 ，S 号到二 L 绝对没问题。如果你是高个的话，参考这个裤长你 O 不 OK？ 那至于155、150到165的人都完全不用担心，裤长就是刚好露脚踝，嘟嘟好。而且啊，它整个裤型实穿，上宽下窄，可是小腿完全不会憋，大腿有空间，裤裆也非常非常的 OK。整圈松紧腰，裤头啊上下有做双车线，所以松紧带不会翻转。那你是娇小纤细的女生的话，还有抽绳可以调整。再来是它整个看到爱心的部分，爱心的部分都是水印，深蓝色的英文字，全部都是电绣跟拼贴。都是电绣跟拼贴。这一件的话是有做到拼色，然后一样有爱心花纹的，好，刺绣，这边都是刺绣，这边都是满版的刺绣。那整件的一样都是做到全弹的尺寸二叉，完全没问题。那像这种比较日系，这个在卖绝对是，对啊，我想说外面买一件1880、3280比较日单的那种，真的都这么贵。